谁在你里谁就是狗，你本来就是狗，狗都不如。陈麦冬，陈麦冬，你等等我，你等等我，陈麦冬，我错了，我真错了，你原谅我这一回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那天说错话了，我不该用那个字眼，我就不该那样说你，陈麦冬，你能不能有点绅士风度？屋里都是绅士，你赶紧回去，别在这跟流氓纠缠。你终于肯理我了。不管你怎么骂我都行，别冷暴力我就行。不是你别走了，我现在举不动了，我腿。我让你跟着我了。我想跟着你吗？我都低声下气成这样了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给我个台阶吧。如果那天你不愿意，你可以好好跟我说。你凭什么用那样的话污蔑我？我也是个人，我也有尊严。我真知道错了，你怎么才能消气啊？我给你跪，要么你扇我一巴掌，你扇我，你打我。庄姐，你别折腾了，我现在看到你就烦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再说一遍，我让你再说一遍。我说我烦你。你就是这么跟人道歉的？谁在你里谁就是狗，你本来就是狗，狗都不如。娘娘，你现在怎么样？好多了，吃了药就睡了。我妈说我姐小时候也这样过，免疫力差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啊？你气他了吧？啊？我就知道，我本来都生你气了，要不是我哥非让我出来给你报的信儿，我也不理你。对不起。我不知道他得这么重的感冒。我姐她是心重，平时只是装的好。我跟我哥早发现了，他最近是强颜欢笑呢。自从跨年那天跟我妈吵了架，一直没缓过来。算了，东哥你也别太自责，有我和我哥呢，有什么新情况我再给你通风报信。谢谢娘娘，你回去吧。